赵薇谈演员整容，希望大家别整太像。马伊琍也怒对过。近日，赵薇在接受采访时谈及演员整容现象，她表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做微整微调，这就导致个性化的面孔越来越少。赵薇认为，颜值对于演员来说是双刃剑，沉迷于颜值对演员来说会成为捆绑他的绳索。帅和美而不自知，把注意力放在表演上才是硬道理。如果你的注意力在自己的外形多过自己多表演的兴趣和理解，那也不怪观众骂你，光长得好看又不会演。对于演员的长相来说，赵薇觉得应该把重心放在对表演的兴趣以及研究上面。有时候希望大家去整的时候，别跟别人整得太像。对于赵薇的这一番见解，不少人表示可以接受，觉得赵薇这番话也挺有道理。所以，马伊琍在考生圈被称为整容脸的噩梦。宋丹丹也曾表示，作为一个好演员，你需要灵活的表情自然，不然干瞪眼，其实漂亮也没有什么用。